Bang 我街林之玲，比扮高潮考起啊！小姐小姐，你肚子怎么了？表情纠结成这样，没事吧？你唔使扮晒好人啊！我非常的健康，个样有啲似汤唯同大 S 嘅佢，系台湾 model 嚟噶，八年嚟帮台湾苹果日报嘅健康医疗专题影相，无疑唔同嘅病，见过报四百几次噶啦，单喺七月八月就扮咗三十几种病啦。被封为台湾第一病母，话佢系病母界嘅林志玲啊，扮轻微肚痛，严重嘅轻微偏头痛同严重偏头痛都难佢唔到。我个性的关系，觉得那些都是很自然的，生活中都会发生的事，那我就很自然流露。但有时佢都会被考起嘅、哦，就系、是、有一卡是要我演。快要高潮的时候的脸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有没有遇过这样？咁嘅话就要跟佢学下嘢啦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咁有心机做戏，唔怪得知近排冲出报纸，走埋入公仔箱拍剧啦。